邓总家做客。你不是已经开头了吗？在家里面。啊啊！我现在已经到邓总家了，然后就哎，我哇哇哇！你害羞啥呀？不要害羞，我都不害羞。咔嚓！我都不好意思了，见到他俩。Later。今天我来邓总家了，然后来参观一下他们家的房子。今天也是第一次来他们家，有点小紧张。啊，来快点参观吧！我们房子已经被无数人参观过了，快来参观一下吧。就是比。我这种有洁癖的人比较适合。厨房刚刚吃过饭，还没有收拾。然后这边呢是厨房，我觉得还挺大的啊。这边还有一个朝北的小阳台，就这么点家当。这厨房比我住的那地方大多了，超级大，不错不错。参观完了，都是弄他们家了。然后现在我们来问一下，这个房子一共多少钱？这个房子当时买的时候440，一共是129平。我给你算一下单价，其实我平时从来不算这个单价，别人问我我都不知道。土豪土豪，400多万的房子，34100。在我们这个小区，三居的话就是差不多35000的均价，嗯，就是2居40000，一居就是45000，就越大，然后它的单价会便宜一点点，对吧？对对，像我这种屌丝是买不起的。我还是非常优秀的，大家不要吐槽了他了啊，他真的很好，今天还给我炖了排骨吃呢，特别好吃。那别走了，今天晚上住这儿吧。住这儿吧，小刺我给你腾出来。小刺我腾出来。小刺我已经腾出来。腾出来，你去住那儿去。笑死了。挺好的，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呢，我就经常过来蹭蹭饭。欢迎常来，欢迎常来。好的，嗯，没事就可以过来，挨着也不是多远，十几公里。对，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